谁跟谁，是不是蛋糕谁买的？饭谁买的？蛋糕谁买的？我们俩 A 的。哎呀，这么吃。Hello， 爱你们。哦哦哦，没事。我蹭个镜头。不要猜到除了这蛋糕以外的任何一个角落。我好吓人，为什么？怎么调转镜头啊？姐妹们，那个三个点，哎、我还记得是吗？这个三个点，我都已经在门口了。怎么不早说要来人呢？我就收拾一下，早不了一点儿。你要早不了一点儿了，这是个习俗，好恐怖。怪就是所以你对于你的奶茶社的一个奶茶啊那个整齐是早有准备，是吗？这是在奶茶玩着玩着，这有啥好玩的？这在哪？这在房间。我们要吃蛋糕了。奶茶，自己点的奶茶也可以是，自己点的奶茶也可以是吧？哎呦，刀叉，剪刀，那个呢？刀叉，剪刀了吗？哎，还没呢，我还给我儿子还买了一个发光的生日帽。啊，发光，请戴。什么叫蛋糕做和香菜？怎么蛋糕做和香菜？剪刀吗？这个真的叫香菜，就是拍了很多，就是啊，是吧？这个是什么来着？发餐碟。让我用牙咬，这也太恐怖了！怎么回事？心情好的时候连叉子都是这么可爱。它正好是蓝色的，这是怎么？哦，这要抽掉。天哪，太细心了。没有，但这个是随机的。不是，你们屋有剪刀或者刀吗？这个它。这个有是有的，但是要找找。寻物迷题，来，哦，你帮我找一下。谢谢。你先唱个歌吧。你要不切？对，你要不切了是吗？太久没过过生日了，有点忘记了。没事，以后没事家里我就都会一起过。氛围时间我拉着呢。啊！会这么的天呐！大家记得可以截图，我都有点。哇！这也太大了，给你们照照。剪刀呢？有点夸张。有没有人给我跟他拍张照啊？大家没有手机。这个我给你们拍，没事，你俩拍合照。我头没那么小的。可以关灯吗？哎，可以。没关灯。等一下，还没有插上蜡烛。哎，蜡烛，哎，有火吗？啊？是谁教你这么带的宝贝？因为他带不上去，我就想把它插在我头发上。谁有打火机？我去拿剪刀和打火机。我有火柴。对，火柴。别说这些冷笑话。增加增轻的舞蹈。哦，给你拍照。来，3、2、1。哇靠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拍的单人了。好的，现在拍合照。尴尬，嘴角抽搐了。我们来拍张照吧，大家。想把蜡烛插上吧。哎，我们的钱都插上。可以的，你们要相信这个广角。要不，就是到时候就是等你们出来，我们找一个不乱的地儿，不然拍到你们的地方。哦，对，我知道。我们把这个插。哎，不用插这么多吧？一会儿不好拔呀。象征性插几根就行了，为什么插单独一根出来？直接是我插的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插五根，就是23。好啊，好聪明。有没有眼色？你们看我现在在说什么？谢谢堪萨斯城酋长无缘季后赛的0.4分、0.5分。我觉得此时就需要一个有蛋糕的特写，否则光看着我好没劲。我觉得此时这个刀，为什么不读后？你当心点，你当心点，不要丢人现眼，别在这别人谁在显眼，差一点。怎么了？啊，找一个。哎，我把手机放到那里吧。谁在泰式红奶呀？我的。给你宝宝。哎，袖子碰到蛋糕，小心点。我也蹲下。谁的泰式？来个人坐里面。我来。好。谁的泰式？你这个姿势，你就是咱们在那个什么？谁的泰式奶绿？会不会？哎，不是我们四点吗？对呀。虽然不咋亮了，谁的菜是奶绿？我怎么又我大姨要不要
要进来，没关系，放大柠檬茶，谢谢。哎，其实还可以挤一个瘦子。好，我再给我来了，扭扭。如果说要挤一个瘦子的话，那我来了。蛋糕好大，吃的完了。那我来了，可以不要很狠狠过来点。我这样不太雅观，我的腿。哦，给你，你跪着，你要不要跪着？啊，跪着，有点难为人啊。周周，你往那边。我插你俩中间，我的皇冠，你们只能看我的皇冠不能掉，别提捅皇冠会掉。然后拿个夹子给他夹住，天哪！不行，这锅太甜了。天哪，让我进去吧。我的侄子，我今天还说你刚刚那声。不行，房间太乱了。怎么了？啊！是鲤鱼。还能进来？耶！踩到啥了？哈哈哈哈哈！许过愿了，一时想不起来，快许吧。嗯，没事，隔壁是我们，我们现在人在这里就不会被吵。一个愿望是希望大家所有人身体健康。前两个是可以说的呀，第三个不能说。你是不是没许过愿？三个不能说，都没说，一个都不说。一个愿望，快快快，继续快继续。大家所有人身体健康，然后平平安安。正好是个拍鬼片。然后，第二个愿望是。什么呢？大家都可以开心，然后有钱。这句话说的。第三个是我自己的，想不起来，综上所述吧。也是我的愿望。自己愿望成真。在那个第四首的时候，好搞笑！梁爱云声停住了，我跟他们出游，跳舞跳的。哎，谢谢柚子的巧克力，拜拜就拜。我想吃这个焦糖味的饼干。等一下，先把灯关了，我还没发言呢，刚才时间不够了。啊，你关灯，关灯。灯光师，接下来有请 S H 凤姐的十八汽车沃尔奇进行他的作品什么发言2.0版，不是作品发言了，就是生日发言，生日发言，就是很感动，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小伙伴来陪我过生日，在我印象中，我的生日有这么多人的时候，还是在我10岁那年，哇，说不定你一刚出生的时候也很多人。围着我笑是吗？跟不出来不能吃蛋糕。啊，有道理，而且不能许愿。对，那不算。对呀、啊，不能许愿怎么算？对，然后也收到了。也是第一次这么的热闹，然后收到了这么多的礼物，比我这前半辈子收到的礼物都要多，一点都不夸张。然后有这么多人的祝福。之前还记得去年的生日，还是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，也是这样的一个小桌子，然后开始走心，自己给自己点了一个这个三角形的蛋糕，然后录了一个生日视频，然后自己唱歌，然后自己吃。当时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会有这么多人给我庆生，眼药水准备。这个时候此情此景，你能别让我说哭了，很需要哭一个。对，很幸福，很感谢遇到大家，这是哭不出来了，没哭了。哎呀，没哭了，很感谢遇到大家，感觉很幸福，然后希望我们以后的路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友谊永存。我在给朋友
过生日，我都要反对我自己。我在给温温过生日，我在给温温过生日。不要拍到我，除了你脸以外的任何一个角落。好的，好的，开灯，好，开灯吧，开灯吧，太黑了，我粉丝说我这像鬼片。好热哦！你粉丝怪直男不会的嘞。我粉丝说我这像鬼片。我们这就是上面是逃脱。哎，我刚想说什么来着？在给温温过生日。这个怎么看？你刚刚说你这个好一个人过，我想想，我去年也是，因为他长得比头像漂亮多了。因为我每一年都是，除了我晚上好，谢谢你嘞，我印象很深。谢谢成宇的奶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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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哪，我生日在寒假，一个人都不在。谢谢刷刷龙的零点一分，谢谢。我在给琪琪过生日，那个。我的粉丝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你。那个鞋子特大号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，也希望你可以天天开心。谢谢小小妞子的巧克力，谢谢。他们说杨馨予的粉丝也真的生日快乐。谢谢，那不能去，那你好事吧。我等会儿，我等会儿回房间，稍等一会儿，我吃个蛋糕好不好？让我浅吃个蛋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郁金香吗？这是让我浅吃个蛋糕，谢谢。杨洁恒，张馨予。让我是谁呀？他在我的奶茶里面。今天是为数不多的半小时。有没有觉得太奶开了？我想喝一口。哎，我的是茶，没开，开一下。我想吃这个。是啊，都是甜的。好，好，我的粉丝也祝你生日快乐，老张。谢谢。我的粉丝也祝你生日快乐。甜的蛋糕，今天是哎，是这样切，现在此时此刻，随便你。曾若琪的生日，我们一起祝她生日快乐。明年。27后面是谁？后面是小周。啊，我是朱江。没有，他说谁的腿的？感觉好好吃哦，这个蛋糕。谢谢梦清萤火的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这你应该就是不是我生日，不是我生日送我干啥呀？谢谢分宇宙的生日梦，谢谢，都不是我生日。第一口大家先吃。哎，你看那抖音直播说粉丝先吃，粉丝先吃，来给大家吃个生日蛋糕啊！第一个，你们的生日祝福我会传达给他的。哦哦，哎呦呦，还有碟子呢，你没在直播？嗯，这来啊，他没直播，来。听我念了啊，琪琪 ，LYY 祝你生日快乐，是杯子蛙祝你生日快乐，野山来祝你生日快乐，有点长。谢谢成宇生日礼物，成宇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也感觉太快了。大河马祝你生日快乐，你这样立得稳吗？吓我一跳，算了，就给我自己吧。未知的，谢谢未知生活，谢谢。未知生活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谢谢天天。阿宁祝你生日快乐，刷刷龙，谢谢刷刷龙的声音棒，刷刷龙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 KK 的蹦迪，谢谢 KK 的生日，谢谢 KK 的生日。哦，好的，替你祝温老师生日快乐。谢谢，就是很荣幸的。我大阿祝你生日快乐。赛门咔咔叫，谢谢你，赛门咔咔叫，好聒噪。赛门咔咔叫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没有名字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怀疑你们先小姐这些都说吧。太火了，蛋糕分你们一口。给李宇春说说，还不是最后了，大家都好开心。我的待遇就是很特殊。那个叉叉，现在叉火弱小无助。哎，有一点。嗯，其实我不。还有那个碟子吗？你看看呢？怎么想都没有，才用了两秒。刚才屁股发你后面有个，你后面有个。不会坐我屁股下了吧？哦。我屁股底下有一个，我自己做的，我自己的。糟，那个生日蛋糕的那个碟子被我们坐屁股底下了。你不用说出来吧？自己用那个吃。这还有，这还有。还不谢。啊，正好这么多呢，那你快，你要99了，快去谢谢他。谢谢你的99。谢谢。99了，快去谢谢。好甜呀，99哎。又晚上99。
了一个999，可以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小火枪一起。大家快送快送，我们给橘子道歉。但这个角度平的我没关系，脸大就脸大。你们不当运营可惜。嗯，这个里面有火龙果呀。哎是，哎掉了啥？没掉了。我现在真的有点期待那个新宿舍增就说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搬你也搬不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点开心，所以明天给我表。你可以去看看先呀。那把一些杂物先搬过去。好，小心瘦子。哎，小心瘦子，谢谢。我的瘦都没感谢，崩溃心理。好丑呀！算了。今天哇，好好吃的。嗯，我也觉得。哎，看这样看起来，看起来我有脑子吗？你要用我的脑子？还有人家呢？我有脑子吗？你要用我脑子？你没有地方坐吗？难道你坐这儿？有叉子啊！这，你可以开空调吗？这儿，你看你呀嘛。用水，我们这儿。来，热着呢。吃蛋糕。夏天就是要出汗。来，请大家吃蛋糕，张嘴啊！我好像又掉了，要个叉子。啊，是我稍微靠的近一些。谢谢，来，大家张嘴吃蛋糕啊！来给啊！谢谢。谢谢，那九块都是我的。我赞同。不吃我还看不起你。我可没喝，要不然你别给我钱了吧？我觉得一个房间里太容易分化谁是爱人，谁是艺人了。你真不客气啊！你从哪喝？来，那就你们在直播间期间吃完这一块吗？你要烫死我！给你们看看这个小饼干，这不是你立的 flag 吗？我只是说我就这么吃，因为你后面不都不分了吗？那这个小饼干裹满了奶油。那他们就我就是一个蠢蠢的状态。来，张嘴啊！除非你也能吃完，我吃不完。我从今天开始，只有一个，我走了，我不要这个，来点一块奥利奥。李玉也是典型的艺人，这是我的，好聒噪啊！一群女的，你别叫，他给闭上了，别叫。你们艺人都这样吗？你不公平。那个只是今天是下岗电台，先喂一口。好酷！真的，觉得我的粉丝很可怜，大家讨厌，就是我的粉丝。好吃，好大吃！来，请大家吃蛋糕，给大家举一个蛋糕。啊，张嘴，你给我张嘴，谁不张嘴的？谁不张嘴的？飞进去了，闻一闻，嗯，这个香味就是哇，奶油，我直播间，我直播间还有燕麦，直播间王了，我直播间耳机打的王，爱人确实挺好，没见上，艺人这块没见上，边吵闹边喂给粉丝吃，太巧，嗯，我不像卢晨曦那么吵，我安静吃蛋糕好吗？你们艺人真好恐怖！哎呀，我们本来要拿个蛋糕去拍照的，怎么给吃了？饿了，明天再点吧。明天再点一个，来干蛋糕吧，干一个干蛋糕，干杯，干碗，干碗，拍照拍照拍照，干糕。我进去。哎呀，我都要吃完了。来张嘴啊啊！快张嘴！谁不张嘴？张嘴！晨曦，你是不是喝了？我也觉得是不是喝了？挺疯的，喝了几斤啊？挺疯一点的。我也觉得我的直播间要被我的吵死了。张嘴啊！谁不吃的？谁不吃的？你这肉食生人，谁不吃的？因为有说的什么话？别带我！不是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太棒了，这个世界。讲麻了，这个世界无聊的人不敢上。一人好恐怖。对，我们去加速，太快，放肆，跟太。哦，你们这么说，新时代直觉，真我能直，我心中不明，迷人的迷，致命的吸引力。好吃，请你向我靠近，哔哔哔哔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听。是耶耶，你好棒棒，没办法，哎对，哎是对的，哦，好，很好吃哦，我还想吃，我们没有带完，我们在过生日，确实，对吧？
这样。他太容易翻了。那唱什么？你怎么？没事，我不用叉子，我今天用嘴吃。今日与叉子无缘。那好恐怖啊！天哪。谢谢。紧张了。好可怕，我居然不记得什么，我居然不记得什么，我又忘了什么，忘了什么，不知道了。记忆太差了。昨天发生一件很离谱的事情，啥？然后你再给大家绘声绘色叙述一下。我真无语了。但是就是我们俩昨天半夜从舞房回来，然后我们特别热，别害怕。然后他走在我前面，别害怕。他进了屋以后，他挑起了那个遥控器。他就开了空调，然后空调后来漏水了，他赶紧他，然后漏水以后他突然对我说，赶紧把遥控器那个拿过来，然后把空调关了，然后他说，那你的空调不是你开的空调吗？上空床的还是个爱人，太可爱了。谢谢大西望英海，就是他自己忘了他自己开的空调，他以为是我开的空调，然后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我完全我脑子就没这段记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们好像已经在超话翻了我的生日视频了。什么？请看生日视频。生日不不，生日故事。看来一般这种都是要你就是一起 reaction 给粉丝。等我回去慢慢问。吃饱了，我要看大家整活了。吃完啦，吃不吃奶油啊哟？嫂子不吃奶油的哦。我吃完啦，我吃嫂子奶油啊哟的。有点紧张。嫂子不吃奶油的哦。我十八分钟呗。十八分钟。啊。希望老师，谢谢希望老师荧光海，什么？谢谢鲤鱼的什么什么荧光海。现在让我们就是非常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。就是我不吃奶油，水，然后明天早上有点像乳糖不耐受，乳糖不耐受，不吃奶油。你家端的好累，我也觉得。谢谢，要不是嘟嘟的，哈哈，我腿麻了。开始了，给你们表演一个那个左右 wink， 给你们表演一个左右 wink 好吗？啊，这都不能投屏的那种感觉。你还哎，那个我们房间投影仪都不知道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。那是我的，那是张翰颖的。对的，哦，给我了。哎，谁能帮我？那是我一下，我来。大家看，大家看我左右 wink 啊，看。嗯，好好啊，上午的排第一组，他们在看好漂亮，好看吗？垃圾传递，我也接错，你居然是女生，我以为你是男生。这，谢谢谢谢。垃圾传递，姐，你怎么这么帅啊？长这么帅干什么？脑子有画面了。我去，哎，他是不是今天也来了？这个雾气还很重，好像看到一个帅的，我看看，你是帅的人多了，哦，少十二十一，我的百分比就是，哎呀妈呀，五十九，我说这个距离我有点看不清楚，我等下，张老师看我 wink， 他们说让你看看，下一个生日的下一个生日，哎呀，你歇会儿吧。感觉好累呀、啊！就是说，正好好几个山。谢谢小鱼子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好用心啊！怎么都是搞走心态的？没有人给你整活呀、啊！我给你整一个。现在 ，no。你整。你这不行，你这个。你在两个人在整活。我最能整的。我想那个，把你整在这儿，哦，看不出来，就打了卧蚕，遮住了。他们说看不出来，像是那个卧蚕打了玻尿酸，像是就是去整了个大卧蚕。这个，然后他本来是发红的，但是我遮住了，我头发遮住了。他就好像是去打了个那个打了个卧蚕。在我头下面，我的头现在还从这上方。我说怎么会有杂音？谁把我唱我给你们翻牌子清唱的哥哥剪进去了？我说这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？就
我瘦了吗？真的吗？怎么说？我这个歌我有点，我这个视频我有点看不下去了，有点把自己尬到了。咱就是说，猛身两盘，我有点，你是一口都看不到。就是一个感同身受是吗？你们真的很好吃，这个蛋糕好好吃。单单吃要让我跟着你们一块儿，一口都不会给你们，太好吃了，喂不了一点儿，你们就看着吧，我才不跟他们一样呢。谢谢谢谢，我最爱吃大西瓜，因为还等到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喂你们吃。因为这个蛋糕就是我只能就分到这么两块，我都不想浪费。这大成菜都是你的吗？啊，谁说的？这是给你们留的。我要回房间了，我要回房间给你们住。我今天杀疯了，是女明星，但是表情包依然信手拈来。啊 ，whatever。知道了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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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真美，谁拍的？你拍的，谢谢谢谢我们阿木这位运营。还来？阿木剪的吗？说过你不是他，我没有，他在给我做推销。我吃完的，我吃完的，他给我做蛋糕盘子放哪呀？扔掉。放哪？这个吧，行吗？可以装那个的，装盘子的，你用了你装吧，我的，一会儿可以一起装垃圾。希望能在生日那天把饼给圆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波波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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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跟我拜拜，拜拜。但是你疯啊，那个蛋糕里好像没有酒精吧？我要黑起来，我要黑起来，你们两个女人堆里面装不下去，我要黑起来。一瞬间好冷清，有点想哭。啊！怎么我满足不了你？啊！我终于知道你们俩好处点在哪里了，你们俩总是说些怪话，就他。这哪里去？周周，等等我，周周。什么？等等我。我没要走。我以为你要走了，我来哭的。哎呀，我吃你们这个胖了一斤，真受不了。要不你把裤子脱了呢？要不你把那个铁链解脱？你快扶他一下。扶不了。来，我给你脱个脚。啊！不用。害怕。你扶我这里。呀，这呀，起码得劈个叉，没用过，起码得劈个叉吧。这是你的吧？这是你的呀。啊，哎，这是我的吧？啊，这是我的，在这儿，我的插了两朵花进去，还在装饰是吧？那给你，快去啦！谢谢，拜拜。哎呀，怕你太冷清，再待一会儿吧。快走，现在，那感人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快去啦！没关系，拜拜。你怎么找不着？你怎么找不着？你是不是？太快了，出来。干什么事儿？干什么事儿？不想给你打吃鸡，太了，吃屎了。为什么要我们小周离开我？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我不知道啊，你有病啊！我好恶心啊！你有病，你神经病！我要忏悔，我真无语，我的母语。啊！你不要在别人的屋待着吗？你一个人。别人的屋待着，今天我要去过生日。我也先回去嘛，等会儿找我玩吗？啊！上眼药水快！这不跟我吃饭，我也伤心的。这不要吗？这团纸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去问了。这蛋糕还没吃完呢，垃圾已经开始。鼻子好痒，真的好痒啊！你别，你把那镜头拿下来。你们一定要帮我截图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截图。现在试试99分。真的，我感觉我会看不到的，我会看不到。就要流下来了，太荒谬了！这种时候你是可以让你的脸离开直播间。大家要帮我截屏哦。嗯，洋气了。结果最后那半块真的是你一个人干完的，真的吗？对，我才吃了个角，还没吃完呢。刚才有没有可能它是这么大，现在只有这么大了，是吗？而现在的这么大，它也只有这么大了。家人们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吃就吃了，开心就好，反正就这一次，不知不觉。
我觉得没生气吧。因为大家都在旁边，所以很容易忽视掉，就是屏幕上的，很容易忽视掉你们。嗯，对不起。然后你们一定要帮我截图。然后我们继续吧。那这个花我真的是翻看我们的大家为我准备的生日喜欢。放一个标。喂喂喂喂喂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才那句是谁说的？啊啊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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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是。不是这个意思、啊，生日快乐！没有没有，谢谢你，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欢迎回来，嗯，欢迎回来。等个妆上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我很荣幸好看吗？好看。小偶像的第一个生日，我在深圳，愿你的未来一帆风顺，没有烦恼，天天开心，有保温杯们陪你一起走下去，前途似锦。哎呦，你讲好吗？能看出来那只猫咪真的很不情愿。哎。谢谢帅帅的九分。啊？什么？呼吸到了吗？还没来得及去那个快递站先看，因为回来的时候手上拿太多东西了，然后回了房间播了几分钟就去排练了，一会儿下楼看一眼。踩踩你就不买了，好的。踩你，今天满足你，今天姐高兴。今天这只猫咪真的好不情愿哦，感觉是被绑架。今天姐高兴了。海胆啊！好的，宝宝冲冲冲冲宝宝。你们手是春。你们仰首是秋，要感觉赶紧啊！这话说的比我的宣言说的都要大，有点吓人。这喝的什么东西？放这个垃圾桶！你不要放屁！这是那个什么泰式奶绿。懂不懂啊你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长这么？你咋长这么帅呢？嗯。今年暑假我会去。双肩叨叨，感觉哎，是不是不在不很没很少很少在口袋看到你问？谢谢汤汤的玫瑰花。九分嘛，两分钟。我可以骂你十分钟，你信不信？完了，掉了一厘米。我回去喽。这么突然吗？拜拜拜拜。生日快乐！谢谢你。那是生日快乐。你为什么这样子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拜拜拜拜拜拜 ，See you。什么 ？See you。See you。晚安。See you。晚安。拜拜。拜拜拜拜，终于送走了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的嘛。第一天认识我呀？哎，这种话你当着我的面讲就算了，你就是咱们两个还在直播呢，对。下次怎么变花了？时不时刮一下，时不时刮一下。嗯，今天很多羽毛。这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，但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哦。他说不定也偷偷嫌弃我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才就想你什么时候走。好，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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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动一下，你起来啊！你不起来，我怎么拉你呢？我走。
请坐，坐坐坐。来，还有半块蛋糕都是你的。然后继续。很期待你以后呈现更多更好的舞台作品哦。我去演戏的合适，我正有此意，我打算回去上上表演课去。对了，就是我跟他拍的那个我那个 PV 啊，那个摄影师夸我戏好。我不是有一个镜头是那种眼神慢慢的抬上去，然后看他脸吗？那摄影师说眼神里面很有戏。一起加油呀！一起加油！祝温若晴生日快乐呀！希望你以后都开开心心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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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深情，谢谢！加油！你怎么不是？你怎么说着说着把自己给逗乐了呢？怎么回事？说着说着，某人真是嘴瓢。嗯，加油！嗯，希望你能够来成都哦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跟你对视看看有没有戏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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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奥利给！话说我们不收拾东西吗？我们是，就是自己看不下去了，然后收拾一下，然后等到下次再看不下去了，再收拾一下。这是。来自妾身的信，初温若晴。哎，我忘记充电了，我手机关机了。啊！我去！哎，怎么今天这么多的事故啊？还好啦，哪还有什么事故？哎，我已经不想回忆了。哦，看前辈在收拾东西搬宿舍了，哎，背包居然在你那儿，背包一直在我这儿啊，啊啊什么啊呀，啊原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嗯，说这，哎，因为我搬不了，但是我跟他就是一张床嘛，这个床是一个整体，然后。所以我搬不了的话他也搬不了。你乐啥呀？怎么我乐不了啊？我不能乐吗？我搬不了你这么开心。因为要不然的话你应该说那不然呢。我就是在想有没有什么别的说辞。反正就是如果他要把床搬走我可能只能去五房打地铺了。哎呀好主意啊。感觉好像也不是不能搬哦，一瞬间感觉。这不是你的梦想吗？你这有理由可以去五房打地铺了。你看看免费的空调还不漏水随便翻身。我一个晚上翻180个身都翻不到头是吧。我换个姿势行吗哥们儿。不必行此大礼啊！你们不喜欢看我跪着，可是我这样腿最舒服。我要是换别的坐着的姿势，我的腿会麻。嗯，我找一张好看的照片。这都翻到啥时候去了？我这是我的旧照。我真的，哎呦，今天这个造型啊！我是成熟大女人，我要领月老门。刚刚没电关机了，我，哎呦，忘记插这个。心里纯洁在不在奇怪？哼，这多乖呀，对吧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刚才关机了。
嗯，忘记充电了，今天真的是非常坎坷。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个啊，这个英文，Zerania 是什么意思？重音在哪儿啊 ？Zerania 还是 Zerania？ 反正差不多吧，就这样。替他谢谢你送的荧光海，谢谢你，谢小鱼子的荧光棒，谢姜茶的巧克力。哎，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？你要说什么来着？我忘了。忘了要说什么了。金喵叫声礼物，刚才有很多礼物，而且还有很多大家给我送的分我都没有看到。真的是，我的膝盖没事吧？创可贴好眼熟。刚刚没电关机了。我的创可贴是他给我的。希望你们都他给我创可贴是你们送给他的，然后发到超话里面去，就是统一发到。因为我前两天排一个舞，然后。不是不小心擦破皮儿了吗？因为我真的没看到，很多没看到。嗯，你给他的？哎，汇总房间可以、啊。然而你给他的，你给他的就被我用着了。哎，我刚才说的什么来着？我真的，家人们就是说我这个记性，我能记那么多舞，真的已经破天荒了。可能你记舞就是刻在 DNA 里面记。比别的快吧，还 DNA， 我呀，哎，我尝尝你的，我还就很一般，什么味儿啊？这是你的很好喝吗？我的比你好，嗯，好像是，而且我还加了那个雪糯米，好吃，干嘛？我记性真的好差，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忘了。去隔壁了，去吧去吧。其实我记舞蹈也很差，这大姑娘又得记舞蹈特别慢，就我自己编的，没办法。Thank you, Oscar， 谢谢你的巧克力，谢谢谢谢巧克力，今天很开心，谢谢豆浆荧光海，睡动啊。接下来应该不用，接下来要学公演，然后本来说16号可以上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时间太赶了，谢谢在长沙度假的 K 送的酒。我们是打算明天一整天去把这个公演学下来、扒下来了，然后你自己算算。但是时间太赶了，你有多久没有来看？然后老师已经把那个你自己算算，你在那交上去了，快活啊！已经把表提交下去了，从这个。从你们老师打到我的，哎，我到了长沙，然后我就忘了，你们啊，别太搞笑。然后去成都吧，还去教室看了一些别的女人，是什么我不说了。嗯，但是让我骂他，让我骂他，就是你还就是记得我吗？哎，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哎，我说哪儿了？现在就是我只配活在你的手机屏幕里面了吗？哎、请问啊，对，然后老师就把那个表已经交上去了，音容笑貌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我们不出意外的话，在22号、啊、这样会在我们的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哈，进行我们小温的一个新对手演，代役首演，对，代役首演，是我太含蓄了，你。最近对我有一点冷漠，嗯，除了翻牌，啊，大家就是呢，欢迎大家。我觉得你需要就是多关心关心我。是的，谢谢皮蛋的荧光棒。因为我是一个贪心的女人，我的欲望是无底洞，所以一旦你对我好，你就得一直对我好，你就对我越来越好，否则。我就觉得你不爱我。想选哪个？我感觉他大还挺好看的。二岁哦，是吗？不，你必须得要到我嫌烦那种程度，才能让我觉得就是你真的爱我。一直跟你们，我好恶心啊！救命！
我就有点恶心。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你要说我该说的话吗？你被我传染了。嗯，不当狗。你自己看一下 ID 里面有什么，你再说你不当狗。来了我直播间还想不当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干嘛？这话不知道怎么接，你来帮我接一个。什么？他们说他们抢不到票。没关系，可以线上观看。抢不到票？嗯。还有呢？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。说点好听的。抢不到票不去，我谢谢你。就是抢不到票的话，如果你们足够爱他，你们就竞价呀。你这是啊？还有什么办法？找别的渠道。不是我说的，嗯，鲤鱼说的。等我们分了，再更抢不到。笑死。那我们继续看吧，继续看吧，都没看完，心里就够了。心里一阵儿的不爱。这是来自雀生的。我想补个口红，你有口红吗？为什么要老是打断我的煽情环节啊？没，这对不起，我，哎，完了，暴露了，对不起。你暴露啥了？我暴露这个冰山一角。来挑选一个色号，这是什么？双眼皮。我差点涂了这个。这是我的耳机。哇，这口红有它体温呢。你是我口红真的吗？因为我揣兜里。好暖和啊，这个温度。可以，你兜里多久？这是一个正常的碳基生物能说出来的话吗？谁？借你悄悄，有点吓人。你在说我吗？你自己品一品，你说你用一个人口红，然后你说啊，这口红有它的温度，哎，好暖和哎。我不真的，你自己涂涂看是热的。抢不到票换地方，全国这么多剧场呢，广州、成都、北京、重庆随意选择。我谢谢你，所以你就是这样的吗？所以你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去了成都吗？我请问呢，成都好玩吗？成都女人漂亮吗？好看吗？有好看吗？有吗？我问你呢。不是找骂吗？回答我。总感觉你在凶我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离我太近了。够凶吗？够了吗？满意了吗？这成都就像比嘉兴路大，喜欢大的是吧？嫌这小是吧 ？LED 屏比嘉兴路高级。嗯，原来你是看这些的，你是看硬件设施的，你不看人是吧？看到你是什么？成都战机美女比较有力度。好吧，是我欠考虑了。希望以后我能多一点这种美女粉丝，能让咱们 Kevin 就是来看公演的时候顺便还能邂逅一些桃花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谢谢皮子蹦迪。好害怕呀，这个环境感觉有点我在训人呢。谢谢送的两分。Are you satisfied? 谢谢 Rocky Rocky 的9分，谢谢你。Satisfied? 你满意了吗？我刚刚收到了999，嗯，但我都没注意那个特效。那你歇了吗？啊？你歇了吗？谢什么？谢分？谢分什么意思？就是他送你的时候，你谢礼了吗？谢了呀，但是那不得，
但我没看到，但是有可能我漏了，也有可能，因为那你当时你们人太多，没事，你道个歉，他们绝对会原谅你的。我很希望有鲤鱼的一半的自信，嗯，要不然他怎么能是我的荣幸呢？你这都记得，很难不记得，你吹了一上午。Hello Hello， 我跟他啊、刚熟，我知道熟的时候，半侠性呢，就是合了个盘呢，然后我惊奇的发现我竟然是荣幸，他是金星，我就非常的不理解，我就在想，明明我才是那个就是依附于人的人啊，差不多吧。但是因为你们一看我这个性格，就是怎么看都不太容易像那种就是想的很多的那种人。但是说真的，确实是人跟人之间磁场不一样，我跟他在一块，我确实好像变得会照顾人。好了，回归正经。不跟你们的话，我还是乖乖当亲亲。你们当我的荣幸。男犯不被女犯群殴就好。我们继续。我们继续。然后这是我这句话万一重复三遍了。我闭嘴。这是雀生写的。手写信，他说嗨。温若琪，这是你第一年陪你过生日，希望你能继续兴致盎然的在这里走下去。前进的道路上有融化的积雪，初升的太阳，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。以后的日子一起加油吧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写得好好，谢谢你。我觉得他们好有文采。我是不是应该也来一个？就是祝福是次要的，主要是想炫炫你的文笔是吗？啊对的。啊，我这个坐姿，对不起。哦，这什么？这是烟花，好漂亮。对了，你们发在那个超话里面的星空。啊，不是星空，晚霞，天空，彩虹，日出，我都有看啊，真的好好看，好美。嗯，不如这，我看到现在我想开水壶了，什么意思？听隔壁快泪目了。哦哦哦，我都快听哭了。哦，就刚才他吹蜡烛的时候，吹蜡烛之前。发表的那个感言哦，他自己都没哭，我都听得我快绷不住了，谁懂？因为就是之前跟他聊天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听他也跟我单独说过，就是他原来都不怎么过生日，然后也就是一个人，其实早就想要给他好好过一个生日。今天就是很开心，就是很开心。哎，走一个，我那个尘封已久的那个，尘封已久什么？那两斤的脉动呢？嗯，什么时候打出来了？为什么？我还需要它吗？我不太需要。虽然就是今天这个蛋糕我吃了一大半，但是我 A 了一半的钱。啊，都是你的。你看这个烟花，好特别啊！啊，这是那个迪士尼的烟花吗？嗯。谢谢叔叔一分，好美。哎，吃完了今晚这个蛋糕，我可能明天，我可能就是，如果不是特殊原因，都不会有机会去看到迪士尼烟花的，所以非常谢谢你。
生辰快乐。就是说的真的很好，就是有点听不懂。说的很有文化。没有没有没有了，还是能听懂的了。嗯，我就是在跪着，因为这样我的脚舒服。非得就是整的这么的那个过于有文化了，然后显得我很木很木，知道吗？嗯，谢谢帅帅。今天是朋友第一个生日，祝你平安喜乐，愿你所念皆所得，天天开心，生日快乐。等我一年后中考完去上海见你，我们来日方长。不行啊，困了吗？困了就早点去睡觉。生日快乐，希望你能开开心心，身体健康，万事顺意。哦，隔壁泪目啊！哦，我以为是困了。希望你要一直越来越好，做一个快乐的小文。我很社恐，所以就用音频来给你送祝福来。最后，同为江西人的我，用奶茶跟你说句生日快乐，宝宝，我很喜欢你，宝宝。Hello， 若琪，我是电池。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？很抱歉，我还没有。我一直以为电池是那，就是那种比较御姐的小女生哎。哎，电池是那个绿色的。对啊，是电池。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。没关系，困了先去睡啊。快现在是一点了。20条，发现没有一条能听的，所以还是算了。晚上真的要炫光了。同时也要身体健康，不要总是熬夜了。然后希望你以后也有越来越多表演舞台的机会。会有的。做真正的自己，我们会一直就是一直支持你的，加油。好感动，录了20几条，声音真好听。感觉你好，都好了。在这里祝你23岁生日快乐，新的一岁也要天天开心哦，同时也要注意按时休息，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陪你一起过的第一个生日，相信我们以后还可以一起过很多很多个生日。希望你可以一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。Hello， 文文，这是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希望你肆意且热烈的青春能够不留遗憾，平安喜乐，所愿皆得。Hello， 文文，这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。首先呢，就是祝你生日快乐，新的一岁啦！希望新的一岁会有越来越多爱你的人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希望你会收获到越来越多的幸福，也希望你的身体健康，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哦。你以后说话都假，这谁都听不出。我都已经知道你声音是啥样的，楚楚。差不多该去歌房间等完了，去吧。嗨，我是小新，在这里。哎，这个声音我第一个点开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有点像小张的声音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小张，张婷，是吧？是的。然后我放到后面，我发现有点像小五的声音，所以对吧，是不是他们俩声音本来就有一些相似之处呢？差人吗？都是水瓶座啊，好像是哦。都叫都小明都撞了，小明就都叫尖尖。嗯，然后他们俩好像就是莫名其妙的有很多撞在一块儿的相似之处。好厉害！祝你6月15号生日快乐，然后就希望你呢，就是真的把这一块都吃完了。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这也是突击队队长让我给你带的一句话。然后以后的路我们一起慢慢走吧。毕业感人都没隔壁感人。好了，我已经哦，我要上才艺了，家人们，我已经吃不了一点了，给我吃饱了，哇，剪得好好哎，
哇，这剪的，这剪辑剪的，是我外面请的400块钱剪辑师剪不出来的效果，太专业了，我一个血管编的都惊。我也觉得很专业。哇，哇，我觉得我的 PV 就得让你们来剪。谢谢林恩，谢谢你帮帮。林恩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。就今天此时此刻，让我们继续。就这个卡点卡的就特别的爽，你知道吗？共同祝福万岁生日快乐。哎，怎么还有我们的舞台啊？而且这个节奏也把控得很好。哦，好嗨！这是奶糖写 rap， 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奶糖写 rap？ 奶糖，你出来！奶糖，他到你那儿避难了啊！奶糖，我去，真的是，等一下。重听一遍，刚没注意。好好休息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这也是突击队的队长让我给。就是他。好卷，真的很卷，写的好好，唱的也很好，对、啊，这个 beat 也很好，而且他那个还专门说什么温柔，然后后面又砍了一个那个我什么，我就是听到这句词我才意识到是不是奶糖写的，否则我都完全没听出来是你们自己写的，好厉害，奶糖卷我是吧，奶糖。你这个写这么好，你到时候你这个水还端得平吗？不理他，不理他啊！这剪的也很好。Kevin 会写歌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会写什么？等一下，让我再听一下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多澎湃。写得好，写得好，写得好，唱得也好，被卷到了地狱。你们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的有呢。写得好呀，写得好，唱得也很好，好厉害呀。奶糖入团吧。进来的，进来的，那个第一 rapper， 一起来为他打工。好感动啊，这个和声，对，他是自己和的吧，对，他分了好多音轨，而且是自己录自己弹唱的，而且我觉得这肯定录了一整天，你信不信？嗯，谢谢龟龟，你们被卷死了吧，好好听，而且声音好温暖啊，好好听啊，这样显得我给你唱的生日歌有一点单调了，再来一遍，来个美声版的。
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Arachi. Happy birthday to you.确实挺happy的。吉他架子鼓搬来了，我等着你到时候给我敲敲鼓啊，冲冲。雪慢慢降了，海风还吹着，我也愿意走你的头，好像吃着。感谢生命，从来都只能先后并肩走着，我就永远不会跌落。这是什么歌啊？他有弹吉他。歌啊，好好听哦！你音色好好听、哦。没听过，想听啊。什么飘屏？啥飘屏？发生了什么？现在就给我录、啊、什么飘屏？现在别录呀！你现在录了以后，等到我过生日，你再录啥？录的音，好好听啊！我错过了什么？我又错过了啊！前辈，哪个前辈？拉链开了。谢谢谢谢谢谢一些心理啊，他那个就是那个快递盒子，看到了，你拿回来哦，那是你叫妈了，那是你的 ，yes， 那是他给你准备的惊喜 surprise， 我看到了。哦，谢谢爆炸小狗林国海，太有心了，太有心了，我还没拆，大家礼物都还没拆，我的你拆了，没事，我直播的时候拆吗？还是像我直播的时候拆，还是自己拆啊？比较复古，现在拿过来，就是中西方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嘛，一般就是中国人比较含蓄，会。收到了以后回家偷偷拆，然后这么含蓄，然后再表达感谢。但是西方人就是会觉得你收到礼物的第一时间就必须要拆，这样拆完了就是表达一种礼貌。对，看你怎么选。脚麻了，脚麻。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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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奶糖，谢谢不觉的荧光海。你的礼物呢？前台的礼物。什么前台的礼物？我礼物在箱子里。那个一些就是他送到前台，然后就是那个 staff 哥哥全都给拿进来了。但是我在桌上没有看到啊。啊？我在桌上没有看到我的东西，我没注意。啥？就是 staff 哥拿进来之后，不是会放在那个桌上吗？他是直接问了我，因为当时你们车还没来。哦哦，那然后我给他代收了，因为就是那个盒子上贵的，跳舞贵的。我们表什么？对啊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，我学到了。他的奶油。奶油吗？应该是。谁觉得很简单？你以为我会享受你？你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点点靠近。你以为我愿意这种感觉？我是你的秘密。我好想喜欢了你。晚安，哎。下面有好多我呀。谢谢雨林 C， 谢谢你送我生日蛋糕啊，谢谢你。哦，这个飘屏好酷啊！我也觉得很好看，整活来了。
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健康，祝你前途光明。Hello， 今天是6月1号，儿童节快乐。从开始录制生日视频到现在已经有段时间了，我才有灵感以这种方式来祝你生日快乐。那就先祝9天后的你生日快乐。6月1号就开始祝了。今天是6月2号，祝8天后的你生日快乐。Hello， 今天是6月3号，祝7天后的你生日快乐。等一下。Hello， 今天是6月4号。啊？3号的时候说7天后祝你生日快乐。这么严谨吗？算一下嘞，3号在7天不是十，破案了，家人们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但是看在他这么用心的份上，他已经提前这么多天就开始说了。6天后的你生日快乐，今天是6月5号，祝5天后的你生日快乐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是不是记错人了？你实话跟我说。Hello， 今天是6月6号。笑晕了。就是本来还挺感动的一件事情，瞬间气氛就有点不对劲了。祝4天后的你生日快乐。Hello， 今天是6月7号。给他公开祝寻这么长时间。Hello。我刚刚才看完日落，先给你分享一下。今天是6月8号，祝2天后的你生日快乐。Hello， 今天是6月9号，距离生日祝福也快结束了，不知道我能不能赶上。祝1天后的你生日快乐。Hello， 我是小 A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我在武汉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要吃饭，注意身体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，别再昼夜颠倒了，好好休息。今年也要努力完成今年的目标，我会永远陪着你，我相信我们会很快见面的。但是很用心，嗯，只是说记错了生日。嗯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记错生日还是记错人，还是发错了信息，应该不是，还是说发反了。应该不是记错人了吧。可能就是看的时候眼瓢了，看错了，少看了5天。怎么说，就是日落拍的不错。嗯，日落很不错。日落不错，很美。没有了，谢谢你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叫小温，正走在嘉兴路的大街上，突然一个保温杯从天而降。这是不是，这应该看这个画风是不是消磨的，是不是消磨的。只见保温杯缓缓打开，里面竟飘出了保温杯之身。他说，宴请人大队窝了问题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。一直今天是6月15日星期四，为我巫师告诉你题目，搞错了再来。好用心啊，建的好好啊，而且这做的也很。这些人都什么专业的？让我羞的要死，让我有一点就相信见啊。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这个成语，我感觉我显得我非常的水。因为毕竟咱们就是专业广编的，感觉这个视频的剪辑的水平真的是不如这些江湖战神。各位好，哎，老公皇冠真好溜啊。谢谢永远的小神墨荧光棒。不对啊，这声音不是小墨，这是。就他们真的好优秀啊！有时候我真的感觉，深吸一口气，人跟人之间就是。这个世界上面有名字是吗？什么喝的？就是那个泰式的奶绿。吃掉800只狂盛企鹅。这是狂盛企鹅，原来是你，这是铁蛋王呀！对，好家伙，铁蛋王你这么厉害的吗？好厉害。里面竟飘出了保温杯之神。
天哪，你都是何方神圣啊！这个做的也很有意思。哎，这是个周边的袋子吗？这个是啥呀？这直接就是像那种定格动画了，我的妈呀！而且整体的画面、配色、布局都很好看。定格动画可难了，剪的也很好看。他这得剪了多长时间啊？我天哪！我的天啊，这些人为什么都这么有才啊，是干啥的都能行。这还行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舞跳的，我第一眼看特别像我一个朋友。如果是在别的就是渠道上看到，我真的以为会是他跳的。不会是？对，就你想那样，特别像。让我看看，让我仔细看看。他这字幕加点好走心啊。我感觉怎么大家都这么会剪，你们是不是请人剪的？怎么这么会？这怎么跪着呀？因为跪着舒服。哎呀，虽然好，现在跪久了有点脚麻。回来看我，觉得吗？你真的好厉害啊！有时候眼睛都不知道是看舞还是看超乎了我的想象了，你们真的是……哎呦天哪！哥们，给你几个六。让整副女爽，这是原唱吗？是的吧。他刚才说什么啊？是他唱的吗？演唱小萌萌，小萌萌，小萌萌，小萌萌是原唱吗？牙齿很健康、so、谢谢。牙就是女王，几百年没看见我了，现在看到我了，呵呵。这是你唱的吗，小萌萌？这也太像原唱了吧！我听一下原唱。谢谢铁蛋奶茶。哎，这是原唱吗？应该是吧？不是啊。啊？也不像啊，音调不是、啊。哎。我决定把你们拿起来。哦，好吧，是原唱，原唱。穿最喜欢的衣服，化最精致的妆。下回敢不敢就自己唱？抹茶家族。
是为了庆祝我们的好朋友文若琪的生日，很开心遇见你，十四亿分之一的奇迹。你这嘟嘴儿啊，好可爱啊，那个小可爱。这是敲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敲的。那这个画面是怎么？不会是自己做的吧？这画面是怎么做的？自己做的吗？没注意看字幕，我一会儿要再看一下。好厉害，我好热呀。嗯，再看一下。感觉我应该可以先下播了，给我热住了，而且我有点想要改变一下我的坐姿，我想要狂放一点。哎呦天哪，这里怎么有点脏啊？赶快冒泡，没冒泡的赶快冒个泡。那个字幕简直是在考验我的一个视觉捕捉，感觉飘的太快了，应该飘的比可以下播了。感觉也不早了，一点半了。今天的时长够了吗？他是。播满十一次，一次超过多长时间来着？不知道哎，因为我刚才是说要注意看字幕，然后一看第一遍没有看到字幕，然后又看了一遍。不管，反正有时间的播肯定时长够。太卷了，已经开始连夜学跳舞了。就是，好了，我下播了，我去回翻盘了。就是，我去回翻盘了，很难评。感觉说开心太浅了，说感谢也太生疏了。没发，哼，今天某些人被我骂的还挺爽的吧？我说真的。骂的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晚安了大家，很感动。晚安，很感动。明天接着上班，跟做梦一样的。被骂的撤回了，算你们真是。我觉得感恩他缺少一点温度。我去歇会儿，蹭蹭他的。走了，而且有很多晚安。